诉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做。Luz， 今天宝来那里，然后关了收音机。不去啊？包我怕穿着红坎肩。小九，一起来吧。邀请他去喝，喝一点。眼前一片明亮，心里一片敞亮，因为他们讲电影，把画面、情节，包括这个脸上的表情，哭啊、笑呀、举手啊，都描述得很清楚。铺了新的地毯，啊、快点，要开始了。哦、可能有人说詹姆斯这样。画面转到电视台，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脚本。那么这个脚本呢，就是，在对白之间加入你对画面的这个描述。电视台的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快到1000场了，然后中国呢还有很多城市在效仿新木影院为盲人讲电影。谢谢大家来到新木影院。谢谢大伟老师，多睡的用那主动，对，主动啥的，这好事。原来我是比较懦弱的，不坚强。通过这个各式各样的电影，让我生活变得更乐观了。Some in the community say these tailored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badly needed in China, where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 more than 17 million people are visually impaired.